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一回来哈，就打这个国战了哈。我今天晚上就是比较忙，又挂了。我今天晚上比较忙一点哈，就是比较晚下班，然后公司的部分呢会有安排这个员工聚餐哈，所以我现在8:52才回到家，哦，才回到家。那我们上礼拜哈有攻下这个北海哈，那现在剩最后的8分钟，看可不可以把它守下来。哦，看可不可以守下来。哎呀，怎么一上线就激战了，太夸张啊！要挂了，要挂了。哎，我隔壁有好多认识的哦。哎呦，怎么又躺了？怎么办？怎么那么多人硬战啊？怎么那么多人要打我们啊？我们已经占领这个蒙古西藏的这种边疆地带了，搞不好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来这边打我们哦？哇！吉子、张小成、阿布哦，这些熟识的军团朋友都躺了哦。啊！怎么办？这种情况我要怎么样才不会？躺了就是复活又立刻躺啊！我大家都在这边哈，在这边守着，我应该要先换线才对。哦，兵警呢？他什么？千山渭水总是情哈，莉莉爱我，我不行。哦，他，哎呀，他刚刚打败50个人，孙中山击退50人，换线。哎，成功了啊！不是我们军团被打下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剩5分钟哎，看一下。哦，因为我本来的重生点就设北海哈，那一上线飞回来北海就挂了。现在我们还有城吗？哦，这边来守夜好了，来守夜哈，守夜城哈，夜城的话也是我们的城，来给他守下来。好，祥和的音乐出现了哈，祥和的音乐出现了，来，飞到夜哈，飞到夜，待会可能大军就打过来哈，打来夜。好 ，OK， 再换线哈，换线。我守东边好了，守东边。好，团长说回夜雕像哈，回夜雕像代表说待会会很多人来打雕像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当冲锋将军哈，先冲，因为我真的学了冲锋哈，不骗大家，我真的学了冲锋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非常感谢一位好朋友叫麦问哈，麦问他让我学了冲锋，他卖我50斤而已哈，不会很贵。先打这个越南看护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用冲锋给大家看哦。哎，还没用到就我就跑了哈，没关系，我再冲出去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冲锋。好嘞，冲锋，有没有看到我跑掉了？啊，先跑，冲锋好，待会再好好试好了。我刚学，还没有时间试啊，我还没有时间试。好，我们大军要打出去了哈，大军打出去了，来给他冲锋一下。好，冲出来了，跑比较快一点的，比较往前的。好，那个冲锋啊，需要一些 loading 的时间，所以待会才可以继续冲锋，才可以继续冲锋，继续冲。好，又往前一点点的，往前一点点的，现在要炼金化器，不然没办法冲锋了。来，战无不胜军团攻下长沙了，好，攻下长沙了，再来冲。好，又冲了一点点的，其实我一直跑的话也不会比冲锋还要慢啊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是一个感觉。好，哇，我们真的好多人啊！打过去了。小黄耳 ，K 龙新人，岳小戏，好啊，能守下一座城也不错哈。没办法守下2座，但是守下一座也还不错。好，现在岩井口那边他们应该有插旗哦，那我就去炼金化器一下，不然待会无法冲锋。我学这个冲锋主要是用来逃跑用的，但是刚刚那个情况啊，就是一上线就一大堆人哈，没办法冲锋哈，冲到哪边都会挂。哦，你看，真的很好玩，冲锋真的很好玩。现在先打人哈，先打人，把这一波人给他消灭掉。天机神怪好强，现在打怪好强，都没有一个尾刀是我捡的。好，真的很酷啊，这个冲锋。再炼金化器一下，待会看可不可以晕到别人哈。有了越小戏就冲你的哈，就冲你的。哎，没有，他走了。阿平，好，冲阿平，一逃了，好，透过冲锋一逃了哈，透过冲锋一逃了，还不错。哦，功勋还有4哈，来扫地焚香。等一下，哎呀，又不小心又点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自动给他调一下好了，我自动就调冲锋好了，必杀。冲锋好，就这样子的话比较好，因为它那个点范围的不好点，不好点，还要点地板，时间会比较慢一点。
现在还有几分钟？哎呦，还有两分五十秒哈，应该还可以个一人讨。好，看看有没有落单的哈，有落单的就来冲锋他。好，现在我在平原西进哈，平原西进。好，往前跑，往前跑。我上面是什么？墨林丑哈，墨林丑。贵阳东迁，城门被击破了。五位将军小皇子击退五十人了。我上面是王者天下的阿红哈。长沙正在遭受攻击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跟他是平行的哈，我用冲锋看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没有啊，变慢了，变慢了哈。这边好像没有人啊。你将军古老鸡击退五十人了。这边没有人呢，我应该要回到岩井口才对。来，殿中间拓跋王子击退五十人了。好好，我们大家都过来哈，来冲锋他。不能冲锋了哈，对象不在了。冲进去好了，冲进去里面冲锋好了。好哇，一进去就一直冲锋，哇挂了，我被小皇子击败了。没关系，待会应该会有人帮我复活啊，没有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哦，对方人太多了，回城回城。我现在在建业，这建业在过去很久呢，嗯，怎么办？其实时间也来不及了，剩一分多钟，剩一分多钟而已。啊，没关系，至少有守下邺城就好了哈。现在应该很难攻下一座城哈，很难攻下平原的，至少邺城有守住就好了。长安东迁城门被击破了。若依说他是青龙伪道怪。国战结束，倒数一分钟。我飞过去好了，飞过去邺城，再给他守一下。横江将军蒙奇低魔神击退五十人了。现在豪杰最好的那个长柄武器好像是什么龙王戟哦，龙王戟80等的哈，一把的话就算烂的，好像也要20-30斤啊，蛮多人在收的。攻击力围攻的话最高可以到114，我觉得时间应该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。啊，我来这边打怪物好了。因为国战时间的话，他不会打怪物，那就晚一点吧，晚一点再试。等国战结束好了，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冲锋哦。好，国战结束了，好，国战结束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冲锋这个技能，真的非常的好玩哦。我已经点满了。他这个必杀技哦，它是只能够用这个长柄武器哦来放的。那它是个范围技哦，60等就可以学的。那这个。一等的倍率是200%，好，一等的倍率是200%，好，那我点到满的话，倍率是210%，好，多了10%，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哦。那晕眩的部分的话，一样维持4秒，好，一等跟三等都是一样4秒钟，命中率都是6%，好，没有什么变，好，没有什么变。OK， 那我现在测试给大家看哦，自动，好，就这样子哦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它的范围啊，好，它的一个释放范围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loading， 等一下 loading。来，我拉个最长的距离。好，这边 ，OK。哎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距离还是有的哈，距离还是有的，但是它无法就是半个画面哈，它就是会先跑到它可以跑过去、可以冲锋的范围之后才开始释放哈，才开始释放。我再拉一次比较远距离，就那边好了 ，OK。就这样子哈，大概怎么讲？大概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哈，大概多少？看一下坐标的话，大概就。15吧，大概15左右哈。好 ，OK， 那打完了哈。那打完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国战结果好了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国战结果。好，我们先看吴国的部分哈，因为吴国的城池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爆完了。好，来徐州的话是龙头美索的修罗邪恶殿哦，龙头美索的修罗邪恶殿。那邺城的话是凌晨的 team 哈，凌晨的 team 还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好，没有了哈，我们礼拜六还会再加油的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魏国的部分，魏国的部分。来北海的话是由莫台康盛的继承者们，好，那平原的话是8864的自杀机军团，那陈柳的话是草莓熊豹哥的非诚勿扰，那徐昌的话是梦怡法师的国之士啊，好，再来我看一下、哦、长安好了，长安，好，长安的话是匡儒的 Sekiro，
哦，攻了 Sekiro。那婉的话是刀锋的圣域，哦，恭喜啊！如兰的话是小哥哥的气势，那寿春的话是一男的粉位哦。那如江的话是一蝶的猫街三国，豫章的话是欧洲传奇的巅峰，那会稽的话是社会你关哥的时尚娱乐馆，好，社会你关哥的时尚娱乐馆。好，那应该到爆了吧？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蜀国的部分哈，来贵阳的话是狂德的音哦，那财商的话是洛恒的有梦最美，江夏的话是丰载的画之倾城。那长沙的话是姐姐的房间的君临天下，好，襄阳的话是宏宇的天竺就是巢，那江州的话是澄城的蜀国四使者，新野的话是正头神丸子的火凤玩不了，那安定的话是砍烂脚的金门 TNT，上庸的话是狂战的狂，好，这个字念狂，江州的话，江州念过了哈，剑灵的话是八柄威哥的争霸天下，汉中的话是16天魔王的失乐园，OK，好。应该没有漏掉了哈，应该没有漏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刺激的排行榜哈，刺激的排行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国战排行榜了。来，第一名的话是哇，太夸张了吧！礼拜三还可以到239塔哈，岩血哦，那他吞这个周瑜宫颈魂哈，讨敌239，真的很厉害哈，真的很厉害。那第二名是银银哈，63塔哦，63塔功勋580，第一名的话功勋有168哈，非常的高，非常扎实的一个讨敌跟功勋数。好，第三名的话是越南罗志祥，哦，他吞赵云武魂哈，179塔，功勋576。第四名是道法自然哈，道法自然，哦，我们军团的，哦，62塔，功勋474。再来诗音寺哈，64塔，功勋418。再 extra 59塔，功勋360。再元封间哦，讨敌46，功勋332。接下来是 AV 月罗炉48塔哦，接下来是雷洛，他吞夏侯惇的武魂哦，128塔。再来是阿霞103塔。啊，在一页书28塔，搓码头52塔，你后面有鬼38塔，小瓜仔41塔，叫妈妈84塔，养小兔73塔，准宇35塔，武士好72塔，凤雏四元77塔，痴情男子汉56塔，风空75塔，追忆61塔，海洛因58塔，浮浮81塔，燕天52塔，正头神丸子65塔，速度与激情54塔，飞腾117塔，快中69塔，象蝶38塔，小象邦邦109塔。胖好利息56塔，山顶黑马兄48塔，点点 number one 64塔，四垒40塔，无用小男生99塔，斧头帮帮主45塔，一灯铲32塔，打爆你30塔，春风少年兄69塔，单一85塔，卫生纸上蝌蚪73塔，杠杠的60塔，海绵宝宝93塔，那就叫风雨110塔，熟香乌龙拿铁16塔，哦，16塔就这么前面的哈，功勋184不简单。好，接下来是周星驰32塔，铁仔45塔，太无聊的50塔，残影51塔，好，他吞庞统文魂。庞统武魂哈，再来是陈太郎67塔，多米23塔，天然呆25塔，Michael 50塔，漂亮男子汉74塔，蓝银皇38塔，地虎31塔，安妮第23塔，聂俊21塔，落雨飘零31塔，三秒钟3公分44塔，狸猫王猛将20塔，月下老孤独62塔，武汉人44塔，叔叔猪54塔，熊豹哥26塔，SO 76塔，念旧62塔，基因俊53塔，木雨成风35塔，猫跳石50塔，蒙奇低魔神51塔，JU 逆光的人41塔，上兵13塔，飞将虎爷40塔，尉迟星59塔，恐怖如书103塔，印尼帮佣42塔，天灵灵地灵灵64塔，内裤当口罩43塔，野径之洞64塔，我爱心你那36塔，猛男减速之55塔，陨落90塔，流星葵24塔，狂人曲46塔，小皇子爱心51塔，哈哈妹34塔，天月51塔，风痕风尘27塔，鹿九42塔，狂睡61塔。金鸡头啊，79塔，金鸡头79塔，傻傻鱼嘛51塔，一寸灰61塔，大黑松小两口61塔，地狱爷爷30塔，龟，西里龟32塔 ，Manta 28塔，倚天招痕80塔哈，80塔 ，OK， 我看一下我的成绩啊，看一下我的成绩，今天的话成绩哈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我今天的话只有最后几分钟上线哈，因为刚回家就8:52了哈，就是匆忙上线，然后成绩没有很漂亮，好，那躺的话还可以。好，哦，还有五躺，还有五躺还算不错，那一躺五躺，好，银元宝只有18亿哦，好少啊，零 ，OK， 好 OK， 那就先这样子了，先这样子。如果各位朋友对冲锋哦，对冲锋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再问我哦，因为我已经学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不错玩了，啊，哦，不错玩，哦，就是感觉蛮帅的哈，蛮帅的新的技能哈，那也非常感谢就是一位好朋友，好麦问他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卖给我，让我可以体验这个冲锋的快感。感谢你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